这几天呢，我们选手因为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摸到球，所以第一天来到球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教练，好想投篮呢，好想拿到球的感觉。”那我说：“哎，这样也还不错。”对，结果后来连续两天呢，就是昨天我们练了两次的球，11点1次，下午4点1次，还可以。那今天觉得又更好了，对每个人的那个球感呢，还有那个彼此的默契。 就有好像在球队跟球队练习的状况就有点雷同。进步最多的应该是听教练的话，应该是听教练的话。其实我们也没什么赞助，我们就是传了球就是要跑，就是不能再原地动，这也不是赞助。但是我们就告诉他，你就只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传了球就跑，2秒钟不能停在原地，你停在原地就是错，你要不然就切走，要不然就去帮你的队友掩护。 再不然就帮球掩护，就这3件事情，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个还做得还可以。对，我们已经集训一个多月了，然后我们4个都住在一起。这个月下来，我觉得一定都会很累啊，然后因为要比赛啊，这一定要好好练习啊，才有办法在比赛的时候好好发挥。这几天练习。 就是在找回那个感觉吧，因为有几天2天都在飞机上，所以我们其实肌肉有一点那个，就是投篮的那个感觉要找回来。期待的话就是可以打赢几个国家吧。就是因为很多长官他们都说叫我们平常心打，啊，不管最后的成绩怎么样，就是不要气馁。